拿来各种国乐团非常的不简单，顶年二月才升官，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，就在顶年的十二月赢得全国国乐比赛的冠军。校长林俊贤表示，推动的过程真困难。我完全没有经费跟设备的情况之下，我一然而然在林景岳老师的帮忙，我们成立了国乐团。那草创初期，所有的乐器全部都是跟林老师商借来使用的。那孩子非常争气。听到在地学子非常的优秀，将代表云林县参加全国的比赛。拿来应安江主委吴国洲捐出30,000的经费，让学生买比赛服装。县府教育处嘛补助200,000，让学校来买乐器。不但是政府要帮忙他，我们站在社团跟这个寺庙的立场，除了要让人家感化人心之外，应该积极投入更多的所谓的地方的服务这样的工作。为了要准备这次的全国比赛，三位国家老师陪同42位学生团员加强练习，连寒假嘛牺牲时间来投入训练。一开始蛮难的。一开始蛮难的。一直练啊。刚开始学手会痛。手会痛，就是压的。对对对对。他们未来这段时间，连假日都在学校集训加强。除了学校的社团时间以外，他们额外练习的时间非常的多。今年三月将前往苗栗来参加全国的国乐比赛，在地方全力支持之下，期待拿来各种国乐团会当再创佳绩。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。